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，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。随着疫情下消费者购物行为从线下大规模转移至线上，亚马逊从中受益匪浅，其电子商务业务增长两位数，同时广告业务也增长 52.5%， 达 $157.3 亿。eMarketer 显示，亚马逊2020年在美国数字广告市场的份额首次超过 10%， 其市场份额从2019年的 7.8% 提高到2020年的 10.3%。eMarketer 预测，随着广告营销人员越来越多地在其平台网站上购买广告，亚马逊的广告业务将继续蓬勃发展，预计到2023年将超过$300 亿。与此同时，其流媒体平台包括 Amazon Fire TV、 Twitch 和 IMDB TV 的视频广告收入也存在显著增长。毫无疑问，随着亚马逊坐稳美国数字广告第三的位置，老大哥谷歌的广告业务将受到威胁。尽管其数字广告业务还在扩张，但 eMarketer 预测，这家搜索巨头的市场份额将从2020年的 29% 下滑至2023年的 27%。 如今谷歌开始做出反击，不仅发展了 Google 购物来吸引卖家入驻，而且最近还与食品杂货连锁店 Albertsons 开展合作，以向购物者提供信息。